是个哪里个悪い。48岁的日本美容顾问于青尚美，尽管年收高达410万台币，相貌条件都不差，但3年来却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甚至参加相亲网站媒合还连续失败了60次。ここまで独身でいたからには、もう絶対譲りたくない。だって譲る意味がわかんない。之前他上综艺节目向专家求救，专家一问才知道，他迟迟无法找到另一半，原因就在于眼光太高。今は20点ぐらいの人としか付き合えないという現実を今直面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についてはどう思います？やだ。原来他希望另一半年龄要介于45到55岁之间，学历得大学以上，不能是公务员，年收入要550万台币，还得长得像韩星，不能太丑，条件太苛，才让他相亲屡战屡败。而且他还没打算降低条件，更不打算为了交往对象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门槛高到不可思议，让现场来宾叹为观止。植物这样的优质天才，相亲市场恐怕很难找得到。三立新闻为您报道。